依依，你怎么心事重重的？你在西影滩不是已经看见潭谷殿会降在宁浪崖了吗？依依只是在想画荒动荡，神阙宫又钻下来找什么风石的，乱糟糟的，也不知道究竟要怎么办才好。也不知道鸾知不知道这些，还有那些妖族叛军，唉。快赶路吧，尽快找到鸾。我只怕幽皇也会去找他。哎，这又发生何事了？你是无族之敌？你是？闭嘴啦！烦不烦啊你？不是求救吗？这事儿得认真一点啦！要有我们九黎子民的风范。真是令依依头疼啊！都是些什么人呢？救人都不认真，简直有损我九黎威严。方才言及何处了？吴寨内突现妖魔罗刹以及尸鬼之众，竟闯入寨内是无族人。什么？依依这就去看看。咦，那不是四象门的西哥吗？这四象门似乎和余家灭门的事情有些关系。我于西，他不是死了吗？西少主怎这般瞧着我呀？是我瞧着有不妥之处吗？哎，什么妥不妥？先快来帮忙解决这些邪物。自然得如你所愿啊，否则日后我找谁去清算？幸好遇见了你们，多谢多谢。我依稀记得西少主曾提过在寻上古法阵，怎还找来画荒了呢？哎呀，我就是找上古法阵啊。听说画荒有神物叫风石，那里与上古法阵是同一件东西，就找个寨子看看。谁知道风石没瞧见，却撞见一波邪物。不过也有人传，邪物其实与风石有关。所谓千年供奉的神物，本就是邪物。那，你们看，就在前头那山崖，尸鬼什么都是从那处来的，而那处也有风石。我正想去那边探探，你们要不要一起？这方向还真同路。山崖是我们的必经之地呀，这地方出怪事，难道只是巧合？你声音小点儿，一惊一乍的，说的像你真怕似的。现在江湖上都传有女娇小玲珑，天生躯如钢柱。哼，没有在啦。这，别怕，小溪，依依肯定会保护你的啦。玉池哥、于姐姐，我们突围喽！好端端就围住我们，看样子是有人不想我们上那山崖。我们这也没耽搁多久。消息怎么传出去的？我也奇怪。不如你慢慢想，想到了记得来告诉我。等一下。
哦，很久没配音了，配一下好了。于田国柱，阿良，那于田国柱是你血脉相关之人？嗯，是又怎么了？奇怪，这人听起来就是个厉害的角色，这血脉传到你这儿，怎么就……就什么？怎么就这么普通的呢？连池子都只有半截。他刚是他酸我吧？是吧？他在酸我吧？才对创生有兴趣，现在又多了墨举的非命，自何处而生，确实令人着迷。竟然与尸鬼的事情有关系。西少主，你怎心事重重的？啊，哪有，只是在想那寨民说起墨具的事情。想这做什么？哎，爹爹这几年和墨具的人走得可近了，也不知他是知不知道墨具练尸鬼的事。你爹爹是掌门人，你说他知不知道？哦对了，我似乎记得金人完颜烈也会引尸鬼。这我爹爹肯定不知道这些事，什么金人呐、啊、肯定是墨具的人和金贼打交道，我爹爹肯定不知道。我可没说你爹爹和金人打交道，你着急什么呢？我才没着急。不行不行，我得回去告诉爹爹，不能让他与墨具的人打交道了，平白坏了我四象门的名声。哼，西少主慢走，我就不送了。自他回来后，兴趣也与过往大不相同，不过倒也好，对苏侯感兴趣总比往昔只知道使命的他要好一些吧。没，玉琪哥，你这话说的怎么不情不愿的？没，我只是有些看不透现在的他罢了。玉琪哥，与其在这想东想西，你还不如直接找于姐姐问个清楚。聊什么呢？没，于姐姐，玉琪哥，没什么，没什么，小不点。叔，你似乎对长史，那块石碑有些兴趣，便想着要不咱们跟上去看看。好啊，那就去看看。喂，玉齿哥，你怎么又话说一半？现在不是时候，那些事总归有一天，我会与他说的。咱们真的要跟上去吗？你怎么犹犹豫豫的？你难道不好奇那石碑到底是做什么的吗？别忘了，可是那些看鼻子的家伙把扫脑妹妹劫走的，我们迟早会有与他们正面冲突的一天。若是趁机发现他们的秘密，说不准未来能起到什么作用呢？好吧。没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什么人？依依，你声音好像有点大。好，我们要用这个配置齁。我们用这个配置。我们速速逃离此处。见。哦，安全。你们怎么在这？你们几个冒失的，幸好这都是刚刚现魂的小家伙，不知你们身份，不然若是他们叫了真远，你们一个都逃不出去。现魂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罢了，告诉你们其实也无妨，反正这一世你们都已经见过，我也不能叫你们灭口，不是吗？天长地久，世间康平，若要守着天地平衡，就得得到那人世间去。可九黎主的血脉却是成不得阳光的，所以便有了这现魂之法。气之阳躯，现魂于妖。你方才见的那些小家伙们，便是刚刚现魂的康平师弟子。那你们到底是九黎主还是妖？非妖非九黎，无龟亦无甲。不过是平衡的守护之灵罢了。还真是可怜呢，这些降魔师嘴里
口口声声说的平衡到底是什么？难不成又是一个所谓的天地之命？没，依依觉得没人能知道这些谜语怪人究竟在想什么。不过他们那副看破一切、自以为是的样子倒是很熟悉，和什么神阙宫、师尊宫，甚至墨举的家伙一模一样。这世上就不能少一些这种自作聪明的人吗？万物生死自有其道，既有道，就有想要去求道之人。那这求道的路上，就难免有个先后。前面的人觉得看得远，后面的人觉得看得清，各有各的理解，各有各的优势，但无一例外，人人都想证明自己才是离道最近的人。于西，所以你这话来说来说去，其实都是一个意思。这些七七八八的家伙，不过是管各中窥豹，却又不尽自知的家伙而已。嗯，没错。花荒果然神奇，竟真叫人死而复生了。你是来找我的？嘿，突然想起点事儿，你带着那妖魂附体之躯。闭嘴！即便是妖魂，那也是于西的魂魄。哎，有什么关系？我对生灵素来一视同仁，也正因此才来找你呀。找我？找我做什么？据传千年前便有人妖双魂的生命，常伴于天国国主身侧，奈何世代不得好死。什么？嘿嘿，死而复生之躯何其难得，你可快离开他吧。你说清楚。你站住！免，玉池哥，你等等，你干嘛呀？哎，站住！这里不能进。不能进？明皇不是跑进去了？哎，什么？哪有人？哎，反正你不能进，那危险啊！哎呀，和你说不清了，你快让开！等等，既知道明皇，那……你定是赶来这儿解决麻烦的人了吧？免，什么麻烦？这里怎么了？这闹尸鬼呢，就是因为那明皇，他在洪崖做了个古怪的阵法，据说是尸鬼炼成阵，能造出一种能行动的鬼魄尸王。那鬼魄尸王一旦开始行动，就能将那法阵的效果带着到处走，走到何处，何处的生灵就会被吸走魂。他不知从何处得来了这等邪阵，就在那处，那位置，直指宁浪崖，外头就是幽都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免，什么？难道他是冲鸾去的？这，我听闻有些戴面具的怪人曾在那山崖上出没，还有那些妖，那些古妖近来也出没频繁。不时在幽都周遭徘徊，都说是为了封石来的。明皇也是。免，封石？妖族为封石，该是为了找不会坍塌的区域。那明皇又是为了什么？封石便是定土中流传的上古法阵。此阵怪异，怕是还有其他作用。听说封石被逆转，就能和那种古老图腾连接。甚至能召回魔神，我偷听了些话，似乎是说明皇又找到了复活蚩尤的法子，现在只是在实验。啊！快走，快走，去阻止明皇啦！得在地界利用这些上古法阵逆转启用才行啊！哈哈哈哈。亡灵并非永远长眠地下，万古之中，即便死亡也会消逝化荒。创生之法实则在化荒，我可真是蠢笨，耗费那般时日，忘却了化荒风尘的图腾究竟是什么。难怪天下魂将聚于灵雀潭，难怪幻海之下传说是黄泉。
伏羲，伏羲，天地之间生之死与死之生，可笑堡主曾已暗示了，那会儿见面便问我为何创世之后世间便再无新生灵，我竟还未能彻悟。伏羲自于蒙寺，九黎入化荒，药灵安藏，哈哈哈哈，九黎难怪蚩尤却能有死而复生之能。他在嘀嘀咕咕什么？免，就是胡言乱语吧，化荒传闻各种各样，什么九山崩塌、环神顶啦，反正结果总就一个，化荒完了，蚩尤又活了。竟然会有这么多种毁灭方式？所以说都是谣言嘛，绝对不可信。飘来了活人味儿，你们到底还是追来了？女娃娃，你那会儿其实听见我说的话了吧？怎么还与尉迟良同行啊？哎，可惜了。总归轮不到你烦心，你盯着我，倒不如好生看着你的法阵。看来时候差不多了，我也就不多留了，免得你们还想和我动手。老朋友，你满足我一个心愿，我也满足你的。他最后这话什么意思？嘀嘀咕咕。不好，他是发动了炼成阵。这阵已启动了，看样子不能再让尸鬼进入阵内。不然若真练出什么能到处行走吸纳生灵之魂的鬼魄尸王，这百里内所有的生灵都会遭殃。魂剑相与。免，我们已经拦截了不少尸鬼了，怎么还生效了？可恶，为何我竟变成这种东西？这躯壳为何不能为我所用？冥皇、幽皇，你们出来！米兰娜巴，又再见了。你是？米兰娜巴，是那位不动尊者。这是世人皆厌恶的创命之物——鬼魄尸王。不过，你们阻止了这炼成阵完全发动，他如今并不能走动。正可借此时机杀了他。你，我是不动尊者。是不动尊者，我为这世间，为这苍生天下。你，你而今不过魔骸一具，断肢残尸拼接而出，定会祸乱世间。你，如何？何人管你如何想？你如今之生，便是罪孽。就恨你当初，哼！尉迟，动手吧，此等邪物定不能留于世间。我已暂封住了他的噬魂之能，叫他一时不得伤害周遭生灵。剩下的，就先交给你了。这，现在该如何？这是那弥兰娜巴，他一个视线就算计了我们那么多年。再说了，现在不过就是个噬魂鬼物，留着做甚？这似乎不太好。
但这魔骸确实不能留啊，玉池哥，你若不动手，依旧自己来。你们何其狂妄，竟胆敢置我于死地！他这是驱动了十轮之力。吾乃承天命聚魂转世之人，你们这些狂徒，真以为就能？蝼蚁，死吧！正赶上你用十轮之力，我算得分毫不漏啊！你究竟想做什么？哼！若我死，那便终于能施祭魂转世之法。你十轮功的祭魂秘法不过谎言，你这十轮功和神阙功可不相同，祭魂飞入轮回转生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偷偷建起的秘仪之地？你们无非是妄图超脱生死的渣子。所以是你，是因为你我才被困。哈哈哈哈，是啊，是我让你被捕获了。你可曾想过，有朝一日竟成了这等模样，你往日最不耻的样子。夏侯仪，借由你最津津乐道的天道之律，看你被束缚百年不得超生，可真是让我回味呀。不枉我那些年月苦苦寻觅这天地间所谓的石究竟有何作用，也不枉我寻遍定土化荒。前辈，你这是？不再只是依托十轮之力存在的婴灵。如果你想问的是这个的话，那么是明皇终于创造出了他曾艳羡不已的人偶，我也借此回归了。我早说过，只要十轮还在转动，只是这回我不想叫轮回洗涤我的记忆，我要记住他，找回他。我寻遍一切可能之法，只为今日，只是不想依旧出了变数。幽皇也好，成了平替的他也好，不过这都无所谓了，我会带他回来。前辈，那在幽城的时候出现的就是我，不是幻象。尉迟，若要拼起罗侯真正身躯才能让他彻底恢复，记起我与他的往昔，我也在所不惜。所以别拦我的路，再见面。见过你本人，却在很多人口中听说过你。你不参与任何一方，既然这样，那把这画荒藏着的秘密告诉我也无妨吧。原本可以，但你来晚一步。晚来一步，何解？赵佑死了，我虽早预见了这结果，却从不能预见因果，此乃赵佑之能。现在我想知道我遇见的每一个结局之间发生了什么。我不参与任何一方，只因都甚无趣。想让世间生灵摆脱命运预言束缚的祖龙赵佑，守护梦境驱赶众生心念之魔，以祖魔神复生的白鹿，皆是无趣，不入我眼。那所谓维系冥界的神阙宫，神将所创的十轮宫，及罗侯所造欲颠覆冥界的双石，更不用说，亦是无趣。
那于田国国主呢？他亦不在我眼中。你这话有两解，他是同赵佑白鹿一样的生灵，还是三皇复命之人？汉年间，就是他告诉霍雍寻地脉便可知世间运转之律，却又与之约定，若不入轮回便不可入幽城。当年霍雍月下天洞移枢纽，便因一起国主之约，只有入轮回分二魂才能再得入幽城。但可笑，千年后却记忆缺失，所以啊，那个于田国国主他是什么人？无关之人不在我眼中，和现在的你一样。你这意思是在说他和我一样是祭魂与混沌所生？怎么可能，那是世间最后的混沌。啊，我困了。哈，看样子明皇成功让灵雀潭魂将回溯了，如此说来也是真的造出了带着记忆和魂的人偶啊。鸾，其实即便你说了画荒内藏匿的秘密，我也不会相信，我要亲自查证。而今你已沉睡，我便有法子让你长睡不醒，这样我就有的是时间慢慢去找这藏在画荒之内的秘密了。明皇离开前曾提了一个人，小不点，明皇离开前提了一句老朋友，是指那铁手之人。确实可能是呀，那是70多年前吧，那时还是明帝建邪时代，明皇那时候就是他的手下，剑邪手下还有一个西域来的邪道法师。玉姐姐，你大概忘记了，其实我们之前见过这铁手人啊，在兰州十字溪里面哦。那时候他还说，他曾说要去什么出狱的地方，但那是过去发生的事，我在意的其实是他在石轮宫第一次出现时候说的，只要石轮还在转动，这人似乎暗设棋局等，可能就是要重立世间这天地，以及复仇。那铁手的人，我瞧的其实挺熟悉的，只是想不出他竟然以这模样附身。那十字溪中那金发少年，你也觉得他就是夏侯乙？肯定是。没，那还真奇怪，为什么他是以少年模样变成阴灵啊？那个张灵主诸葛爱说过，那些过去中或许有被他忽视的事，或者就是和这个没确实啊。你们想，幽城降下来那会儿，如何平体便是新年见识模样，十字戏里他不就正和夏侯前辈在一起吗？这么想起来，当年他们怕都没个好结局吧。明皇真的创命了，这个老怪找创命之法找了好久好久，怎么突然就成功了？不过话说回来，人偶算人吗？小不点，你在自言自语什么呢？没，玉池哥，你怎么好跟着依依身后？依依才不准备是去偷吃烤鱼吃呢。你刚才嘀咕什么？创命还是人偶的？就是，哎呦，玉池哥也别问了，依依要一个人待会。肯定不会烤烤鱼啦。奇怪，他这是怎么了？玉溪，祭魂之法，附着死亡的弥良那巴是祭魂，那祭魂之法究竟要怎么施行？祭魂转世中的祭魂其实也是残魂、执，这些其实都不能算是良善之念，但世间只有这些是不易消散的。没。那听起来好像是怨气啊。确实，那祭魂被女娲以建业天地的某种仪式储藏，在灌输双魂之人的体内，重拢此魂与另一魂同生于一体内。这么做是为了令这寄生之躯难辨所思所想究竟是否来自本体，
但是被消融掉的魂真的心甘情愿吗？而且这种类似执念的东西怎么想都不是好东西啊。是啊，所以我要说什么女娲神事，哼，天长日久下来早已不知变作什么人的执念了。你以前其实大致说过一次，说食人弓祭魂的方式和神血弓不同，究竟是何处不同了？食人弓是女娲眷主创立，女娲眷主也就是神将，他们自没有女娲的本事，尊者们也不是女娲的神士，所以祭魂仪式需借助特殊地点完成。被挑中的地方是陇京银城，那地方是象雄遗迹，应当藏了不少秘密，不过估计都是食人弓的尊者才知道。所以这仪式怕是借用了天地中某种力量，阻止了本该被轮回的记忆，那岂不是脱开了生死轮回？依依，幽皇那些自言自语提到的图腾，想必就会冰魄上的说的伏羲的图腾，这在他看来似乎与天地创生有关系。哎，真是哎，但能是什么联系呢？还念到什么天问？耀灵指的是太阳。明皇答应前辈却说的是伏羲赐予盟誓，九黎路画花，这两件事情中间似乎也有关联。嗯，而且那冰魄商男若真看出什么秘密，说不准也和这创世之年的传说有关系。